是你是我的天使，为了守护你的真，这一等就来临。这里开始狂奔，这里开始变身，这里开始变成你的守护神，为你改变星辰。这里开始奋战，这里开始瞄准，这里开始拯救我深爱的人，为你奋不顾身。把你的感动，不惜现在要为你去战斗，守护着你全力出击的那个我，替你挣脱缠绕灵魂的枷锁。我不要圣洁的爱，是种无奈，但这愤怒让黑暗不复存在，激发无限的力量，就冲破困境，用神我把邪神你都击败。哎，今天田径只是放你假了？没有啊。那你不去那边耗着吗？还在这里玩游戏？化妆师在给田小姐化妆，她让我回避一下。在家里化妆？又要做直播吗？没有，田小姐说是要体验生活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哎，大小哥，我马上就要过这关了，你能不能去开一下门啊？小伙子，行行好，打发点儿吧。冯东东，你有零钱吗？现在都扫码支付了，谁还用零钱啊？谁啊？这么没礼貌！我去开门。谁啊？哎，嘿，你这老太太，喂，哎，哎，冯助理，你眼瞎吗？连我都认不出来了。田小姐，哼，还有你，口口声声说爱我，稍微变个样子你就认不出来了。我认出来了。认出来了，那你还给我100块？冯诺诺说你在体验生活，我本来想找零钱给你的，让生活情境更加真实。如果你要继续体验生活，挨家挨户要饭，我建议你打印一张二维码贴在手上，扫码支付更方便。大哥，我是去要饭，贴个二维码像话吗？那你穿成这样去要饭更不像话，而且老年人也不会穿这种恨天高的。你个老古董还知道恨天高啊？不过这双鞋确实和我今天的妆容不搭，我现在就去换双鞋，你也去换身衣服，我们去约会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愿意跟这样的我出来约会呢。当然愿意。只是愿意吗？很开心。嗯。鲜肉，嗯，找到挣钱的动力了。刚才那两个女生好像在议论我们，说的什么？啊？你不是能听见吗？
左边的女生说：“你这个年龄打扮得很时尚。”当然了，姥姥我也是时尚老太太。那右边女生怎么回答的？她说：“现在就想去买你这一身的同款。” 在男人的角度，你觉得那都是真爱吗？真不真爱我不知道，反正这男的口味挺独特的。啊，哎，走吧。女生说：“不知道你背的包是不是真货？”“当然是真的。”那男生怎么回答？男生说：“你又想让我给你买包是不是？没钱。” 先生，您是想给女朋友买衣服吗？原来是陪妈妈买衣服，您真孝顺。先生，老年装在4楼 C 区。老年人就不能来这家店买衣服吗？阿姨，不是这样的，您的生意。 儿子，走，去4楼。竟然把我们认成母子，什么眼神吗？你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吗？当然在意了。我又不是神，迟早有一天也会老成现在这个样子的。 而你依然年轻，早点体验一下生活，免得老了之后经受不住打击突然够带了。你又不会一天之间突然老去，普通人的长大和老去，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。除了皱纹、白发、声音，心态也在改变。 不要小瞧一个老人家的心理承受能力。也许，到那一天，你根本就不在乎。慢点吃，好吃吗？好吃，跟妈妈在一起，什么都好吃。呦呦呦，吃了甜品，嘴巴这么甜呀！来，亲妈妈一下。真乖。如果学长安还在就好了。 等我老了以后，他也能来陪我逛街。算了，要是你们两个陪我一起来逛街，别人会以为我有两个儿子呢。你如果喜欢孩子的话，我们可以领养一个，或者两个也行。不要，我可不想你再送走我之后。 还要送走儿子，再送走孙子，那样太可怜了。哎，看那俩啊，岁数也太大了。是啊，奔钱去。那两个男的在说什么呀？右边的说今天的天气不错。那左边的呢？是啊，是啊。 我和丸子姐各分配了一半任务，走访了那附近酒吧的常客。我这边就有三个女人指认，这是他们的前男友，私生活还真的是够混乱的。还有其他信息吗？那个男人叫云真，手机号我有，但是早就打不通了。那三个女人我也特别提醒过了，最近出门要注意一点，也留了我的手机号，让他们有特别情况随时打给我。 喂，小丸子。队长，我找到那个男人的住址了。小丸子，听我说，千万不要单独行动，把地址发给我，等我过来。收到。
走。人早走了，说吧。有线索了，有人看到我们在酒吧里贴的告示，向我们提供了照片。小丸子，章鱼仔。这很可能是狐狸的手表，搜仔细点。是是。疑似被害人欧阳慧的墨镜，疑似被害人郑喜莲的口红。冯东东，这才九点钟你就开始梦游了。大乔哥，我在同情你。同情我什么？你今天和老年田小姐约会了。你同情我之前，还是自己先找到女朋友吧。田小姐说她今天很开心。那不是很好吗？田小姐还说，她已经很久没这样不戴墨镜和口罩出去逛街了。确实如此。所以，田小姐约了化妆师，明天还到家里来。同情你。大乔哥，你和田小姐人妖殊途。现在虽然决定在一起，但今后还会面临很多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啊？比如像今天这种，田小姐老了，你还年轻着，或者还有其他的，我脑子笨想不到，但田小姐可以想出一大筐，然后你就会不停地接受试炼，直到找出完美的解决办法，才能通往下一关。听上去很不错啊。啊！哎呦，疯了疯了疯了！我要去睡觉了。想到办法了。未婚夫，未婚夫，出门约会了。也把我叫起来联系化妆师，还出了三倍的价钱，
真是疯了。我帮你弄。开慢点，开慢点。疯了，都疯了。开慢点，开慢点。小燕哥，我已经确认过了，都是属于三位死者的随身物品。申请发通缉令吧。好。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，据警方通报，山洞杀人案目前已锁定一名重大嫌疑人，也就是屏幕左上方的该名男子。该男子化名云真，身份不详，经查实有重大作案嫌疑。如果您有相关线索，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新闻热线，或者是直接与警方取得联系。我们的人也还没抓到他吗？活了那么多年，又进化了行动能力，早就对隐藏自己驾轻就熟了。该不会已经离开这里了？根据我的调查，没有。这通缉令一出来，老大估计气疯了。挺好哦。你也是。明天还要继续吗？当然不了，这种化妆太伤皮肤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云深哥被通缉了。前天我陪叶美潇在看台上坐了半天，他就像块又臭又硬的石头，怎么劝都劝不动。希望海虫已经离开这里了。可怜的云真哥，双面夹击，务必要躲好啊。您需要点什么？跟刚才那个人一样，打包。美笑，在这儿。先生，您的餐点好了。叶小姐，回家吧，别等了。伞留下，你回家吧。您自己看，校门口贴的。
该是因为被通缉，才不能来赴约。什么啊！叶美笑看到了通缉令这么高兴，脑子有病吧？谢老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师哥，看到美女没有？哎，我这望远镜管用吧？我都是用这个望远镜看对面女生宿舍的，可有用了。师哥，你今天是不是又逃课了？哎呦，你们系也太爽，老师也不点名。啊，对了，师哥，你是哪个系的？哎呦，师哥，你饿吗？饿我去给你打饭。吵死了，闭嘴！赶紧给我滚回家！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，叶美笑？叶美笑，你认识她？哦，我喜欢的几个动漫角色都叫美笑。Misaki， 美丽的，绽放的意思。Misaki， 对对对，日文发音美笑就是 Misaki。Misaki。Misaki。小丫头，好危险！竟然翻阳台，信不信我揍你啊！放开我！你这是……算了，我送你回家。谢谢哥哥，不用了，我自己会回去的。喂，小丫头，你家不是在这儿吗？哟，好巧啊，离家出走的小丫头。你怎么一直跟着我？你是人贩子吗？我虽然不是人贩子，但这世界上有很多人贩子和变态。你还是早点回家吧。谢谢哥哥，我自己会回去的。小朋友，小孩子是不能买票的。你爸爸妈妈呢？我带了钱啊。你一个人来的吗？嗯。哦，好，那你等一下啊。爸爸妈妈没来，哥哥行不行？两张。我是疯了才会放着漂亮的大姐姐不管，跑来管你这个小屁孩的闲事。冰淇淋还给我，菜钱还给我，你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花小孩子的钱？我刚刚帮了你，你怎么过河拆桥啊？这么小气？你看起来也是一副很想玩的样子。大人才不会。小丫头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Misaki。你是外国人？不是。哦，我懂了。现在的父母都喜欢给小孩子取英文名。你叫什么？小云。小云哥哥，马上要停下来了，我们去玩吧。我不想了。生命全部所有都想到你，时间的
想的偶遇，奇妙缘分相聚，小鹿乱撞的犹豫，辗转还没决定，马不一个人跑出来，不怕爸妈担心吗？不会的，他们不会担心我的。为什么？他们工作很忙，没时间担心我。他们要赚钱养我，给我找家教，给我请保姆。你听起来真的很多怨念，但是周围的大人不都是这样吗？我知道，我只是想偶尔全家一起来游乐园而已。那很难吗？很难，工作赚钱是最重要的。你爸妈真傻，竟然觉得赚钱是最重要。小云哥哥觉得什么最重要呢？重要的，快乐吧。那你很缺快乐。嗯？缺钱才会一直去赚钱。你缺快乐才会想要快乐，一般不都是这样吗？好像是吧。其实我只是不想总是一个人，我也想要人记住。那很难吗？很难，人总是会忘记不重要的人和事。那我会记住哥哥的，和我一起来游乐园玩，那是对我很重要的事。是吗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真的会记住你的。干嘛？创造药当。ET 看过吗？ET。这就是我和你的约定，绝对不会忘记你的。不行，我要去见他。哎，师哥。外面下雨呢。这张照片可以给我吗？你想要吗？嗯，我和这个哥哥一起来的。嗯，好吧，给你。谢谢姐姐。那我们去那边吧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嘿嘿。喏，小孩子最喜欢的棉花糖。你不喜欢的话，买一个不就好了吗？我是为了配合你，一个人吃棉花糖不是很无聊吗？不会。所以说，小孩子最讨厌，都不懂得什么叫圆滑。什么叫圆滑？就是你长大以后会无师自通的东西。吹完泡泡，你该回家了。我还想去吃路边摊。小孩子不能吃路边摊的，会长不高。骗人。真的，这个不是骗人的。会骗人的是你吧？不是说爬完山就回家吗？小孩真麻烦。做小孩太难了，小云哥哥，这世界上有比做小孩更难的事吗？
的，做大人。好了，等你长大了，哥哥再带你玩。骗人。不骗你。好，我跟你约定，绝对不会忘记。想拥抱你，你却放手；想亲吻你，你却远走。叶微笑，求求你，赶紧走吧。如果还有机会，我一定回去找你。Will you let me？ 我的心早已经被你占据，让你受过的伤我追悔莫及。叶美笑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叫叶美笑啊？名字真好听。我叫云真。小云哥哥。小燕妹妹，我们交个朋友吧。让我守护你，多希望你不要走，哪怕一秒的停留，因为你的爱变脆弱的我，求你为我再次停留。老大，发现云真，很好，收网。你就不要。
最后。